内野手杨敬豪，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秀的啦，就是不管是脚程啊、背力啊，然后打击，那在各方面都很非常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锁定大概就是他的。这两位选手其实最主要还是我认为他们进来可以马上对球队有帮助了。我们球队规划是这样嘛，那所以当然就是，在第二轮、第三轮就把他选进来这样。那他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球员啊，大概就是那个陈崇宇啊，他是我非常喜欢，因为看了他两年了吧。那恭喜他可以那么早就被选走，这样。